威宁时间凡尔赛宫沙多的 Versailles。 凡尔赛宫位于法国巴黎西南18公里，是法国最著名的宫殿，也是世界五大宫殿之一。197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世界文化保护遗产。他本来是路易十四的父亲路易十三狩猎的行宫。路易十四在亲政之后，决定在保留旧城堡的基础上大兴土木，重新修建凡尔赛宫。建造这宏伟的工程用了整整50年的时间，直到1710年在礼拜堂举行了落成典礼。这里是凡尔赛宫最大最金碧辉煌的一个厅，叫做镜廊，曾经是当年王室举行隆重接待仪式和宴会的地方，被认为是无上权力的象征。一面墙上装饰着整整357面镜子，在夜晚烛光的映射下，整个镜廊营造出光影无穷无尽、极尽奢华的视觉效果。那1919年6月28日，影响深远的凡尔赛合约就是在这里签订的。回望历史，路易十四时代的凡尔赛宫当时聚集了来自各国的拔尖人才，巨大的影响力辐射到整个欧洲，并奠定了法国文化艺术先锋、奢侈品大国等地位。下一集我们就来介绍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。惠宁时间，法国巴黎。